我是07号，是个机器人。这两天呢发视频啊，看到了一些评论，不是说我蹭热度，就说我在水视频。然后呢我回复了这么四个字儿。真的兄弟们，我搞不懂了，难道在某些人的眼里做视频真的很容易吗？是的，也许你看起来这个视频非常的水，非常的简单，可事实是做一期一分钟左右的视频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。首先你在写稿子，然后还在打素材，最后呢再配音再剪辑，这个过程呢是很繁琐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做视频的一个 PR 序列，上面这部分呢是视频画面，下面呢是音频画面，大家看看我剪了多少下。这就是某些人眼里的简单。那既然做视频如此的简单，为啥你连一个像样的视频也做不出来呢？还有蹭热度的问题，我做的视频违法了吗？我违反平台的规则了吗？我在视频里传递错误的价值观了吗？我做的视频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了吗？如果都没有，你有啥资格在这里评价我呢？我说过很多遍了，你喜欢的你就看，不喜欢的就不看。如果你觉得我视频里说的不对，你可以合理的表达你的观点，我非常的支持。但是你评论个蹭热度啥意思？评论个蹭歌啥意思？评论个热度一哥又是啥意思？在我评论区找存在感呢？我知道我很差，但是我一直都在努力，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。记住，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越来越强大。好了好了，我是07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